哦，有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。欢迎来到六频道啦！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震撼出版推出了《Evangelion 福音战士》合作转蛋了。所以呢，事不宜迟，当然是要赶快来抽一波这一次的转蛋。我发现我好像想要的转蛋有点多。它其实在这一次的转蛋，它就是推出了，可以看到有双人组合嘛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双人组合很强。其实我自己最想要的应该就是像有初号机的，还有有凌波凌以及祖勋的。所以这样看来看去，其实只要有他们的转蛋，好像有点多汁这个角色，这些，完难以取舍。所以基本上，我觉得要中我自己不想要的，反而应该是比较难的。那我这边有180颗，全部 all in， 我可以先试一下，我先试一个一颗看看好了，看一颗会有什么。第一颗就直接中我不想要的，好，你，没事没事，好啦，我们还是乖乖抽个十连抽吧，看一下第一个十连抽可以出来什么样的角色好了。我就不信十只全部都是珍惜波跟明日香嘛，应该是不会啦。哦，不过没有闪电欸，哦，是米萨多、梅里，然后这个啊 ，OK， 是凌波凌跟零号机。它好像另外一只比较强，对不对？二号机，啵啵啵 ，OK。祖勋跟六号再来，等一下，我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有没有？刚刚是重复哦，现在我只有5只，哦，还缺很多哎。啊，欸，没有双人的，等一下，危险危险，哦，10只里面，我还缺5只哦，危机重重，可以吧？来个双人组合也不错啊。哦，有，没有，很好，这真是跟祖勋的13号机。不啊，不过这开的有点啊，那3只双人组合开出了1只哦，好像还可以吗？等于说10只，我现在有6只，但我没有出现我最想要的那一个凌波凌哎。哦，现在的闪电多了一个星星的特效啊，太快太快。我觉得初号机不错，但我可能会想要把旁边的主角先盖一下哦。可以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初号机跟零号机，而且这还有防护贯通哎！等一下，这个技能蓄力2回合后是攻击力150倍，光属性防护贯通跟屏障破坏伤害耶。很可以，我3只双能不能？哦，不能。啊，爆了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刚刚其实我只缺哦，是改2号机，还有8号机贝塔啊，以及我最想要的这一只呢。这个凌波凌的这一款，它的50倍按属性自动伤害，这个字我还蛮想要的。5颗是不是？我剩5次 ，all in。哦 ，all in， 那中2只好像有点难。欸，可是我觉得3次10连这样子已经很中8只。欸，中8只欸，各位，好扯哦。哦，我觉得很可以，很可以了。虽然没有中我最想要的凌波凌，如果这边可以来一只凌波凌，我觉得这一集又完美了。果然是没有每天在过年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最后3次 ，Come on， 我还差2只，对着手机说，我还差2只，拜托你，拜托。哦，虽然是我最想要的主勋，这样也不对啊，但是很像，颜色很像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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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凌波凌呢？还有2颗的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差2只，就2只，好不好？可是都没有闪电欸，没有轰隆隆隆。对，
色也是颜色很像。哦，最后一颗了，差一只双人跟一只尼柏林了。拜托，拜托手机，拜托召唤图版，拜托福音战士。嗯，好吧，以上。其实刚刚抽的35抽6抽里面有8款，不要管刚刚的单抽好了。我觉得其实这30抽都有出双人，其实我觉得算不错了耶。毕竟双人的在每次合作转单也都算是大奖了吧，直接七星不虎耶。只是蛮可惜，就我最想要最想要最想要的凌波凌没有出现。虽然他不是一个非常讨喜的角色，不过只是纯粹个人喜好喜欢啦。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一次的合作里面抽到了什么呢？这一次的合作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已经期待很久了，包括我自己也是。最开始合作好像在2015年的时候吧，真的是蛮久了，总算是有机会来抽一波啦。那祝福大家也可以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咯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别忘了可以按个我喜欢以及订阅六六频道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